从事建设工作50余年，有现代福尔摩斯神探之称的国际建设专家李昌钰博士，一生到过46个国家，侦破过8000多件的案子。他认为自己此生是来为人服务的。李博士在大陆出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学习，在世界工作。他认为修行靠自己，绝非只靠拜佛念经。尤其他的工作更需本着佛教的精神，不要让无辜的人蒙冤。李博士当年从警官学校毕业之后进入警界，他就奉行着母亲说好好做每一行都可以有出息的教诲，本着为民服务的精神好好做。他以这样的信念贯彻一生的行事。李昌钰博士自认一生的境遇和星云大师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大师说人应该扩大自己的领域，扩大自己的世界，这句话也给他很大的启示。今晚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李昌钰博士的分享，我的人生经验因果关系。现在就最热烈掌声欢迎中区总主持觉君法师陪同我们李昌钰博士进场。各位，我们要掌声不断哦。博士今天跟我们分享我的人生经验因果关系，博士非常的谦虚哦，沿路跟大家握手，握到手的人应该很开心哦。我们要热烈掌声欢迎博士进场。去跟西边西长廊的听众哦做挥手，各位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李博士。大家都非常热烈的握手，握到了很柔软，对不对？博士非常的慈悲哦。虽然他已经高龄80岁了，可是看起来是不是精神奕奕、神采飞扬，我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太热情了，博士走不回来了。对，你看所有人围着他握手。各位，我们要掌握时间，因为今天演讲只有一个半小时，我们不能握手握太久，好不好？对，快点，博士出来了。我们要掌握一个半小时哦，听博士来分享。对，博士来到我们的东长廊，哇哦！哇，谢谢博士，谢谢博士。哇，大家都好热情啊。哦，博士好。好，来，博士跟我们的东长廊的听众来跟大家打招呼。大家超疯狂的哦。这个真是国际型的哈，所以我们要邀请到博士非常的不容易哦。来，哎，博士有个小朋友跟你握手哦。好，博士好。
何博士好。哇，博士要送他纪念品哎！哇，掌声鼓励！哦，博士，哇，这么好，签名。好，谢谢博士。来，我们欢迎博士上台，再次热烈掌声。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李博士从美国莅临到我们会中室，然后楼下有一些人没有办法进来的，慢慢补上来。谢谢各位，今天非常高兴能到会中室，富冠山会中室来跟大家见面，在台中。其实我跟台中很多缘分，我中学初中的时候搬到了台中，我在彰中念过彰化中学，然后后来转到台北，高中还在那时候台中有个私立学校叫林毅，因为我跳了级到了台中，一学期又到了台北大同中学。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人生跟因果关系。我一生憧憬已经57年了，一生看过很多人，看过很多悲惨的事情。世界上大家都知道，哪位可以告诉我地球上有多少人？地球上有多少人？哪个会知告诉我？啊？70亿，7 billion， 70亿，有奖，给他发一个。70亿人，70亿，我们点点看要多少？但是大家今天到会中室，那是什么呢？就是缘，缘分。我们今天晚上能见面，当然还有楼下的分会场，还有很多不能到楼上来的，还有远在各地的，这叫做缘。我跟福冠山星云大师也是很久之前就结缘了。星云大师说过，未成佛到先结人缘，这就是结缘。做人我们最主要的要能有缘。很早之前我到过富冠山，那时候星云法师还很年轻，我也很年轻。当时我们谈了一些话就分别了，我也没有记住他，他大概也没有记住我，但是缘分就从那时候开始了。跟星云大师在福冠山，我们两个谈人生，一天晚上谈得非常愉快，我从大师那里学到很多。我们讨论到犯罪的问题，我们也讨论到人心的问题。
我还记得那一天在台上放了两张椅子，大师人高马大，坐下来四平八稳，我坐下去那个沙发向底下沉，我就越来越矮，大师越来越高，我说这怎么跟他对话。还好我平常上课多了，常常站着讲，我开始站着讲，大师说请坐，我当然不好意思，我正好坐在边上，这样就不会沉下去，因为当中太软了，就继续下沉。那天晚上我们讨论得很愉快，接着我就跟大师有约要到西来寺去做一场演讲。在1997年，我跟慧基法师、依照法师在西来寺做了 一场讨论人生的演讲。接着下来，当时这个你跳的不对，这个大师写了几个字：心中有事世间小，心中无事一场宽，非常好，送给我，叫我写一写字给他。我的字根本不能见人，写得歪歪扭扭，我只写了个星云大师使不可能变为可能。那时候福光山才初具规模，在大师跟所有的信众努力之下，福光山现在世界闻名了，使不可能变成可能，都是信徒跟出家人的努力。大师邀请我到扬州讲堂去演讲，因为当时我的工作很忙，同时几个处理我的事务的秘书都是外国人，所以一直就拖拖拖。有一天在香港过境，那时候还没有直飞，飞机一定要到香港，从香港再回国内。大师正好从国内经过香港回台湾，我从美国经过香港到大陆。通常在过境贵宾时，我都躲在一个角落，怕被人家认出。最近我坐飞机，空服员认出我了，乘客认出我了，空服员来要照相，这些乘客排着队照相，等一下驾驶员出来了要照相，接着副驾驶出来了，我说你们两位都出来了，那谁开飞机啊？他说今天有个实习员。我说你们赶快，你们两个先照，照完回去看着飞机。他说完全自动，实习员子。我说赶快照完，你们先去看着。我就躲在一个角落，等一下来了一群人，猜猜是谁？星云大师，他也躲在角落。我就逃不走了。他说李博士，你答应我到扬州讲堂去讲课。我说是是是，大师一定去。所以只好去了。去了那一天，而且更奇妙，因为我先早上到苏州，苏州有个技术学院，他院长是在美国留学，博士回去任院长，
所以他一直跟我联络，希望我到技术学院去讲一堂课，就是我们约定就是那一天早上10点讲到11点半，然后午餐他说我请你吃最好的大闸蟹，金牌的，我就很高兴去了。但是苏州的公安局长跟市长听说我到了苏州，市长叫公安局长请我到市政府跟市长见面吃中饭，请我吃最好的大闸蟹。我说我已经有约了，他说他们算什么，我们做主。那就给技术学院推前道，我演讲就要9点钟开始，然后11点吃中饭，12点市长请吃中饭。好啦，然后江苏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听说我到苏州，飞从南京飞过去要请我吃饭。我说已经有人请我吃饭，他说他们算什么，我们做主。我说好好好，你做主。那就越推越前，我变成8点钟演讲，变成我6点钟就要起床，变成我5点钟就要醒来，然后到了那里9点半就要吃中饭。那些大闸蟹我看在那里瞪着他们，他们瞪着我，我说等一下吃了满手腥味不好意思，去握市长的手，我说我的那一只打包。大家一听我打包，没有人敢吃了，通通装在包里，就拎了一大包的大闸蟹去跟市长吃饭。市长又是金牌大闸蟹，我说打包，变成2包。到了省委常委那里又是大闸蟹，金牌的，一个比一个大。但是我要赶到扬州，我说打包，就打包了。他们还送了2瓶红酒，我说哎呀，今晚跟我的太太好好享受大闸蟹跟红酒。到了扬州大讲坛，你猜猜看他们给我放在哪个旅馆。我到了扬州大讲坛那个寺庙挂单，住在庙里。3包大闸蟹2瓶红酒，我看着啊，福家圣地不能这样吃啊，所以我只好送给陪同的人员跟当地的公安人员，其中今天晚上有2个吃过我的大闸蟹。李成龙、蒋小平他们，大闸蟹好不好吃？说我一只都没有吃到，那天晚上吃的素食。扬州大讲堂完了，就在扬州参观了玄云法师的一些建树，在大陆很多新众。跟妙思法师结缘，同时讨论一些星运法师说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
是太好了。为什么社会有这么多问题？人心。假如我们能从教育、从文化、从佛法能改变人心，那社会是多美多好。接着非常有缘，那一年佛陀纪念馆开幕，大师邀请我去参加盛典，但是我实在太忙了，很多国家很多大案件，所以我只能在最后两天去。到了那里看了佛光山，又上了一层。大师那天身体不太舒适，但是他还亲自跟我一起跟大家见面。再过去，最近我在奥地利，哦，那是台北那佛光山讲堂到场，跟一空法师讨论人生，又跟纽约的佛堂跟有心法师，接着到了奥地利，去年在维也纳跟觉严法师，所以跟佛光山已经有12次结缘的机会了。我太太去年去世了，当时很多法师跟义工都到康州那追悼会，我们本来只1小时的追悼，因为我的太太她不喜欢尸体在那里，因为美国的规矩都是要3天，她说只要1小时，但是那1小时，那美国的殡仪馆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1小时之内挤进去，我们都没有宣布。所以我对佛光山非常感激这些法师跟义工。我妈妈去世的时候他们也是来追悼，因为我妈妈非常诚信的佛教徒。今天有机会能到这里跟大家见面，非常高兴。当然要谢谢法师的邀请，谢谢。另一位在纽约担任义工的叫 Anita 也帮助协调，所以也谢谢他能够使我有这个机会又跟佛光山结缘，谢谢。所以大师说缘是多么的奇妙，尘是多么的可贵，是非常重要。人生就是缘，我们到世界上能做朋友，能做夫妻，能做父母，能做儿女，都是一场缘。所以假如我们能尊重认爱这个缘，尊重这个缘，那我们的生命就非常快活。我一生协助了47个国家，调查了
8000多宗重大的案件，也到过上千的现场，看过最血腥的案件，也在实验室里边工作了无数的小时，想从科学证据能了解事实的真相，也到法庭出证了上千次，这些给我人生改变了很多。人生我们只来一次，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在一个旅途上为社会人类做一点事？所以最近我到了74个国家，做了10000多场的演讲。星云大师常常讲，要拥抱世界，要走到世界，跟大家分享。到世界各地讲学，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制度，所以我们到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尊重他们的文化背景制度。但是有些国家比较落后，最近到印度，他们跟台湾大概至少差20到30年，到非洲，他们跟台湾至少差40、50年，所以他们的吃的东西很脏，灰尘到处都是，所以出国一定要带一个助理，因为你不知道是吃什么。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讲什么。那天到印度，我代表美国去开会，讨论未来的犯罪情形。晚上他有一个很大的招待会，吃什么？所以叫助理先吃。3分钟助理不倒下来，我再吃。这只是笑话，在外国的规矩是 lady first， 让女士先吃，所以外国人比较聪明，让女孩子先吃。中国的女生比较聪明，让男生先吃，男生吃了不倒下来，他们才吃。我一生拿很多的奖，这一次他们给我一个叫 Alice Allen Award， 说我 touch the life all， from the poores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我一生处理的案件，除了平民，影响到很多总统，而且讲了很多好话，说 the glory of American Chinese。 我当时答谢词，我说 I did nothing in my life， 我很平凡的人生，是个很平凡的人。 I only did one thingTo make impossible possible， 使不可能变可能。这怎么讲呢？因为我出生在江苏，这是我最小的一张照片，我跟我哥哥1942年照的。当时家境很好，因为国共战争，我母亲就带到我们先跑到台湾。哪一个是我啊？
再看一看，有没有人说帅的那一个？哪个说帅的那一个？哦，后边有人说帅的那一个是吧？哦，那位女士 ，OK， 去给她一个签名卡。最近找到我家的宗谱，原来我是皇帝的后代，但是在座每一位都是皇帝的后代，追远过去都是皇帝的后代，都是一家人。我的宗谱上面，家的宗谱上面有我们的祖先，但是他是不是长成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们，他们也没有见过我。后边几张照片，第一张是我的曾祖父，我没有看过，下边是我的祖父，我见过几面，然后我爸爸我妈妈。1949年我的生命完全改变了，我父亲比我们晚2年到台湾做太平人，太平人沉到海中，1800多个家庭失去了他的亲人。最近有一部电影《太平人》，但是不像那个电影，船上没有恋爱故事，这是一个战争的悲剧，很多无辜的人民，改变了很多人的家庭生活。我们从很有钱变成很没有钱。那时候小黄不知道没有爸爸的痛苦，只是看别的同学都穿着新衣新鞋，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补丁，从姐姐哥哥留下来，妈妈补了再给下边的穿，一年只有一双球鞋。上学出家门，妈妈一定说再穷也要干干净净，要穿鞋子，但是要走路上学很远，一双鞋你走了不到几次就没有了，所以一出家门就给鞋子脱下来背在身上，赤着脚走。刚才法师说我走得很快，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到了学校门口再给鞋穿上去进学校，但是身体也就因为这样练，现在很多人会要花钱去跑步练习，我那时候走在泥土路上赤着脚走。还好我一个好妈妈，所以很多人问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说有个妈妈，好妈妈。其实每一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妈妈，妈妈比爸爸重要多了。爸爸有的时候忙或者应酬，妈妈在家里整理烧饭带孩子，还有很多妈妈还上班，所以妈妈是非常伟大的。我妈妈抚养了我们13个兄弟姐妹，非常伟大的。所以人家问我最尊敬的世界上是什么人，我说我妈妈。他们说你最怕的是什么？我天不怕地不怕的，只怕妈妈。妈妈讲什么我听什么，人家要我看案件我很忙没有时间，他们去找我妈妈。人家要请我讲学，我说没有时间，因为现在请我讲学的已经预约到2025年了，没有时间。
但是今天我到台中会中志跟大家见面，妈妈是个伟大的母亲，她对13个孩子一样的重视，没有说喜欢男的不喜欢女的，她说你们都像我13个手指都连着心。刚才还有朋友问我，我的前世是和尚，我前世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小时候，我心里常常非常不平衡。我哥哥他们的小名都叫宝、刚宝、新宝，到了我变成解尘，了解的解，封尘的尘。他们是宝，我是灰尘。那更奇怪的，我姐姐他们妹妹都是猪，龙猪、凤猪、碗猪，只有我一个人是灰尘。我心里非常不平衡，尤其一些兄哥哥姐姐常常笑我说我不是妈妈亲生的，是马路上捡回来的，都是灰尘。我就问妈妈，我说我是捡回来的，她说不是啊，你是我亲生的，不要听他们乱讲。我说妈妈，那为什么叫我灰尘？他们都是珠宝。所以她告诉我一个故事，我出生的时候无缘无故就哭，看了很多医生都说没病啊，就哭。说有一天有一个老和尚来化缘，我爸爸就拿些柴米油盐送给他，他说我不是来化缘的，我来拜见我的师父。爸爸说这里哪里有你的师父，他说你的夫人是不是刚刚生了个小男孩，能不能叫你夫人给这个孩子抱出来看一看。结果我妈妈抱着我出来，我还在哭，嚎啕大哭。这个法师跪下来说拜见师父，给我妈妈爸爸吓了一大跳。那个高僧就跟我妈妈讲，你要给他的名字，本来我叫玉宝，李昌钰，玉宝改成解尘，我以前的前世的法名，因为我不愿意来投胎，被罚下来的，来替人类服务的。我现在回想，我今年80，快81岁了，这一生就是在替人家服务，我自己想做的。所以我的名字就变成解尘。我以为我妈妈骗我的，安慰我的。1987年第一次中国公安部跟教育部联合邀请我去讲学，那时候我本来想，因为妈妈很怀念故乡想去看，但是身体不好，就叫我回去照一点相故居带回来给她看。我就带着我女儿，她那时候在 MIT 念书，很喜欢照相，我们去了，照了79卷的胶卷。那时候大陆还很落后，长江没有桥，要坐渡船回到故居，汽车都开不进，长巷2号有一大堆的人排队在门口。我说这些是干什么的？你的亲戚
来拜见你的。当然我做了警察这么多年，我想他们一定假的。我说跟我最亲的是谁？一个老人出来说，我是你的表兄。我说你姓什么？他说姓王，我妈妈就姓王。他说我是你妈妈的哥哥的儿子，从小跟着你父亲做生意啊。我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他说14个，所有的书籍都讲13个，真正是14个。我妈妈说有一个哥哥夭折了，我想嗯，他可能做过调查。我说叫什么名字？他一个一个通通讲到完全正确，学名跟小名，讲到我解成。我连我太太都不知道我叫解成，因为不好意思是个灰尘，我没有告诉他。他讲解成，我说为什么叫解成啊？他跟我妈妈讲的故事相同，但是更详细了，说我是从狼山出来的。哈，我想我早算找到一个地方。89年回国讲学，他们说要参观哪里，我说狼山。他们说听都没有听到，这个狼山有五台山啊，峨眉山啊，你怎么要去看狼山？我说我就喜欢看狼山。一个小山在南通长江的里边，上面有一个古庙，要爬山上去，一阶一阶爬上去了，里边有个老和尚。我没有告诉他是谁，当然他有点惊讶，怎么这么多公安人员跟在后面，大概是通缉犯。我说有没有记录？我想看看你们庙里的记录。他说很抱歉，文革时候通通打掉了，烧掉了，没有记录了。我说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解成的法师啊？他说哎呀，那很高辈咯，我听过我的师父师祖说过有解字辈的。那时候不好意思跟他讲拜见师父。这是第二次 verify 我以前是和尚。第三次是大概6-7年前回台湾讲学，那一天是星期天，他们说先打球，打高尔夫球，因为坐飞机坐很久下来，活动一下筋骨。我说好了，飞机降落，外边倾盆大雨。他们说打吧，我说不打，打了浑身湿的干什么？那说做什么？我说有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之庙可以参观一下？他说有一个叫法鼓山，法鼓山是不是法鼓山？法鼓山。那天正在海陆法会，我说不要惊动人家，我们自己去看一看，假如看得不好我们就赶快溜走，惊动人家你不能不参观。等到我们走到第7楼的时候，那这个主持说，圣严法师听说你来了，他正在修观，身体非常不好，但是想跟你见一下面，5分钟。两个法师扶着圣严出来，
有缘，一见面我们谈了两个半小时，他脸色越来越好，身体就声音越来越洪亮，每个人都吓坏了，怎么搞？谈谈谈，原来圣严法师就是狼山出家的，不敢想。你说人是不是有缘？我们谈了人生，谈了因果，谈了很多。他说明年佛教大会，世界佛教大会，能不能回来跟大家谈谈人生？然后我们约好后年一起回狼山。当然我对我自己的出身一定要问一问，我说圣严法师啊，你有没有听说以前有解字辈的？哦，他说我的师祖好像提过啊，有解字辈的啊。我这次就很厚着脸皮，我说赶快拜见师祖。很不幸，圣严法师后来圆书了，我们也没有回到狼山。所以人的一生是不是有前世，是不是有来世，信不信由你。但是我们今世就要把握，好好的做一个好人。我妈妈非常诚信的佛教徒，她一生吃素，每天早上念经，每天晚上念经，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他过100岁生日，我说妈妈要什么礼物，他说回家乡几个学校。我就跟家乡联络，结果国务院说家乡已经有学校，但是家乡说需要一个运动场。我跟妈妈讲他们有学校了，要个运动场。妈妈说好，赶快去取个运动场给孩子们练习。所以运动场开幕，他们叫做安福运动场，我妈妈的名字叫李王安福，很有岸，岸就是岸上的岸，福就是佛教的福，很有禅意的。他走的时候106岁，非常高寿。所以吃素修行还是好的。当天有一些高僧来跟我妈妈超度，第一天我们只请了2位法师，第二天来了50个。我姐姐说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付不起这么多。我本来想叫姐姐你自己去讲，但是她是我姐姐，我们家里这个非常有秩序的，姐姐讲什么现在妈妈不在，姐姐讲。我说谢谢法师，我们只请2位，我们付不起这么多。他们说我们完全免费，自己来的，包括昨天来2位完全来超度，唯一你要到佛光山去讲课。现在我的家乡他们替我妈妈起了一个大的铜像，每年我都回家去跟妈妈讲谢谢妈妈给我带到世界上来。所以在座的各位，假如今天没有跟妈妈问好的话，回去一定要跟你妈妈问问好。她给大家
给你们带到世界上来，是有缘的，一定有原因。在美国，美国的总统 Bush Clinton， 纽约的州长、康州的州长，都给妈妈发了 proclamation， 最伟大的母亲。这些都没有用，妈妈已经过世了，我再怎么讲都没有用。所以各位的亲人还活着的，现在就是要谢谢他们的时候，等到他们走了已经太晚了。在妈妈，我们有一个纪念馆，纪念妈妈的事迹，她很平凡，她也没有做过官，她只是中学毕业，但是他伟大，牺牲了自己，给十三个子女教育成人。那是在台湾的时候，不见了啊！在台湾的时候，那当中就是我妈妈，哪一个是我啊？最帅的那一个啊！啊，第二个，最帅的一个只有一个嘛，那个穿短裤的这个。有肌肉的那一个这是 OK， 给他一张，他叫得这么响，你已经有了吗？拿回来啊，那个是哪里来的？拿回来嘛，收回来，给你一个警徽。阿贵一到那边给一张，随便哪一个鼓掌最厉害的一个。很多作家，很多美国的 producer。都说我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优秀的警官，其实是假的。我从小喜欢打篮球，希望变成一个篮球明星，但是家里没有钱，我大专联考分到海洋学院，但学费很贵，正好警官学校第一次对外招生复校，我陪一个同学去考的，他没有考上，我考上了。人的一生都是缘，我就决定去上警官学校。那时候我妈妈坚决反对，因为老人家的观念，在大陆警察不学无术的。后来他跟我们哥哥姐姐到警官学校参观之后，他说好，在他的支持下，我很顺利地进到警官学校。1966年毕业了，啊，这里是 OK， 这边去给一个。我太太就是看上制服嫁给我了。我自己篮球，我虽然矮，但是我上篮很快，教练就说你长高2次就好了。我当时不知道他讲什么意思，每天就练身体，希望长高2次。有一天晚上终于明白了，
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极限，体格智能都有一个极限，所以不必跟人家比，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假如你知道自己的极限，那你是不可能变可能，挑战你自己的极限，不是人家的，那你一生很快乐。我知道我长不高了，就这么高，所以我找了一个女朋友，师大篮球健将，希望她打出名，我可以跟着她旅行踢球衣。这是我太太，获得了很多奖杯，她也打不好，打了半天，我们两个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姚明请我吃饭，我才知道。你怎么可以跟他比嘛？他就站在那里拿着球，我都抢不到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极限。姚明说很羡慕我能够协助世人，能够替被害人的家属找到真凶，伸张正义，能够对无辜的人协助他们平反。所以每个人上天生我们都有一个原因，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发现。所以常常要在静的时候自己想，我最喜欢做什么，我的这一生想做什么，然后你尽量努力就会成功。所以我决定要用科学证据破案，因为在60年代破案很简单，给嫌犯通通抓来，招不招，不招断到后边的小房间敲敲打打灌点水，每个都招了，破案率150%。那是真的破案呢，还是假的？很多无辜的人被逼打成招。所以65年决定到美国求学，那时候很幸运在纽约大学找到一份工作，做化验员，但是要交学费要养家，所以中午晚上都到餐馆去做 waiter， 周末教功夫赚点外国人的钱。教功夫有学问的，外国人人高马大，手很长，你不能跟他打 boxing， 你还没有拳头到，他已经拳头伸到你脸上去了，他下盘不稳，你上场狠狠踢他一脚，他下盘不稳就倒下来了，他爬起来还没有站稳，一个扫腿他又倒了，三次他就跪下来叫你拜师父。所以好辛苦，那时候一天三个工作还要念书，常常我心里想对还是不对，面对困难只有一条路不能走，那就是放弃。只要敢于挑战不可能，那就有希望，有了希望那你就可能实现你的理想。很幸运在妈妈跟姐姐的鼓励之下，我终于完成学业。但是美国什么东西都要花钱，毕业典礼他都要收费，我没有钱，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在家里毕业的。我女儿说爸爸爸爸要个证人，就给她的长颈鹿放在旁边，我就完成我的博士学位。
那时候在美国没有见识科学的博士学位，我念的是 molecular biology 微生物化学。毕业之后当然现在很容易了，每次大学毕业典礼都要找一个人，请一个人讲 commencement speech， 就是毕业典礼讲话，讲20分钟，他就给你一个博士学位。我说我那时候要，你们不给我，现在我不要，你们拼命要给我。那一天在 Williams Law School 一个法学院讲，他们说你能不能跟同学分享成功，因为在美国很多杂志报章说我 master of success， 凡是我做的都非常成功。我说成功很简单， create a life of purpose， 你的生命有一个目标了， purpose， 我们到这里做什么？ passion， 你要热爱，热爱你的工作，那就 hard work， 那就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事业，你上班就不感觉到痛苦了。 knowledge 而知识，所以有目标跟梦想的人，生活态度就会积极进取，动力就会源源不绝。讲完了又拿很多博士学位，有文学博士、理学博士、商学博士、工程学博士。不久之前到一个天主教大学叫 St. Joseph College， 跟同学们分享时间管理。人的一生最重要就是自己知道怎么管理时间，钱不重要，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你可以放在银行生利息，你可以借给朋友，时间不能的。时间你今天不花掉，明天就没有了。你不可能说今天我节省2个小时放在银行，后天再用。上天对人最公平，每人只有24小时，一年我们只有8760个小时，就这么多。美国人常常怪别的国家不公平竞争，我常常跟他们讲要怪自己，因为美国工作人员最好的他工作1642个小时。还要扣掉1个小时的 lunch hour， 叫做吃中饭。上午30分钟，下午30分钟 coffee break。你想一天做多少时间？睡掉美国人3200小时，吃掉1000小时。我们中国人吃了比较时间多一点，大概双倍2000小时。Meaningful chore， 有意义的，做义工，帮助孩子复习功课，帮太太做点家事，700小时。Waste time， 浪费2000小时。美国人浪费最多的是哪一方面？躺在海滩晒太阳，都是一条一条躺在海滩晒，晒到最后像龙虾一样红红的，还躺在那里晒，晒的结果是什么？皮肤癌。我们中国人浪费时间最多是什么？打麻将，打得天昏地暗，连饭都不吃了，结果怎么样？手脚发麻。
所以假如我们能节省那2000小时，我一生就是不喜欢浪费时间，我吃得比较快，睡得比较少，那一年你就可以省下至少2000-3000小时，那你就比别人多了一倍。你这一倍的时间多管练字、学画、学音乐、学语言、学微积分，我敢保证你不要2-3年，你一定比别人强。你肯花时间花功夫，什么都可以，讲完了又拿很多博士学位，拿了很多博士学位，连歌都不会唱，他们要给我音乐博士学位。我们一定要在工作中找到乐趣，我们要在劳动当中体会闲情。你劳动的时候，等到你能休息的时候，你觉得很平静。信仰中寻得真爱非常重要，所以人假如没有信仰，那你很难找到真爱。身心和谐，寓教于乐，这是非常重要，也是佛家最高的境界。讲完了又拿很多博士学位，这是哪个学校？南华是哪个办的？佛光山。他给我一个什么博士学位也不知道，佛学博士吗？是不是什么拿博士学位？其实不重要。星云大师说，每日说好话，每日行善事，每日常烦神，每日都喜欢，那就是快乐。快乐你一生只要感激，常常感恩每个人帮助你协助你，我们都是感恩，感恩你从心里边就会感觉到平静，就会快乐。现在已经拿到31个，最近拿了另外一个 Honorary Doctor Degree， 但是拿博士学位要很小心，以前不知道，因为每个学校穿的袍都不一样。最近到波兰，他们要给我一个奖，他们的袍是绿色的，他的校长一定要叫我戴帽子，我说不能戴，校长说一定要戴，我说一定不戴，结果他硬给一个帽子戴到我头上，我说不适合，他说戴一个大一点的，他不知道戴绿帽子是什么意思。我很多好朋友从警官学校，这个同学也是诚信的佛教徒，多少年？57年之后，快60年，最近又在维也纳相见。我跟我太太结婚57年，也是缘。我太太去世了，她拜托一个她的好朋友照顾我。那好朋友也就是我的特助蒋女士，请你站起来。
这也是缘。多少年前认识他，跟我太太变成很好的朋友。三年前我太太身体不舒服，就拜托他照顾我。现在我们两个互相照顾，能够走完这一生，都是缘。1975年，我拿完博士到纽黑文大学，人生一个转捩点。本来很多有名的大学 ，Berkeley 啊 ，Penn State 都请我去，但是我选择纽黑文大学，一个很小的大学。他在1920年是耶鲁的夜校，后来耶鲁是象牙学校 ，Ivy League 有个夜校不太好看，所以1960年分开了。分开了，我到75年，那时候学校很小，我只有两个学生。在很快的时候，我们学院变成很有名。到1966-67年的时候，人生又一个转捩点。那时候康州发生很多案件，人民对司法不相信了，因为大部分案件那时候都是刑讯，很多案件翻案，所以那时候省长请我做第一任鉴定中心主任，薪水只有教授的1/3，工作多了3-4倍。那你要拿高薪呢，还是低薪？你要工作清闲一点呢，还是工作多一点？当然每个人都选，连我太太都说，你就做教授算了吧。但是他了解我的心情，我妈妈支持我说，是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做鉴定中心主任，你应该好好做。那时候我就参加了周警工作。1979年，我们实验室就变成非常有名了。这下一过就过了25年，就可以退休了。当时的州长要请我做厅长，我说不做，死也不做。我说前任省长找我，我就不做。我说我不喜欢做官，我喜欢做实际的工作。这个省长很聪明，去找我妈妈。我妈妈说为什么不做啊？我说妈妈，那个不好做，一天到晚开会，很忙很忙。妈妈说，做什么不是为自己着想，你要给中国人打开一条出路。美国有个无心的屋顶，我们中国人有失人中，到了一个阶段就爬不上去了，除非你是参加政党。美国200年的历史，没有一个中国人做过厅长，没有一个有失人种或者一个女士做过厅长，都是6尺4寸以上，280磅，又胖又大，抽个雪茄烟，讲的英文没有人听懂的，一句话里边4个草字就是厅长了。我是矮的，妈妈说要好好做，跟中国人打开一条出路。那我就很幸运，有个好的团队给整个警政制度改革，老百姓重新有了信心，而且我们有了大资料库，破案完全用科学证据，我们立体巡逻，我们给通讯系统完全革新。6个厅长想做都没有做成。纽约911为什么那么多警察跟消防人员牺牲，就是他用的
通讯系统到了大的建筑物之内就失去通讯，当时叫这些远景撤退，他们听不见，还继续向上爬救人，整个世贸大厦就倒下来，都压死在那边。所以我们当时要做，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但是我们做成了。唯一出去的时候，后边跟的警卫人员都是又高又大，我跟我太太比较矮小，不够威风，是不可能变可能。我查查规定，没有身高规定，我说下一班找矮的，所以下一班我们就招收了矮的。出去我们中国人就显得高大了，所以这些矮的警员跟女的警员都非常感激我，是不可能变可能。现在周警就有高有矮，有男有女，这也是缘。我们是训练了第一条警犬，找纵火剂。那条警犬很有缘，因为警犬通常他找人啊，找爆炸物啊，找毒品啊，你们到美国那小狗找水果啊，但是找纵火剂很难。那条狗叫 Maddy 就非常厉害， Maddy 现在已经走了，但是世界上有几百条警犬了，都是找纵火剂。他一生到世界一次，创造了一个新的侦查方法。所以现在那一天他们有个纪念会，请我去。当时我训练，跟我一起训练的这个，因为操作实在有问题，没关系了，我们就继续讲了。现在我又第四次退休，第五次退休，回到我最喜欢的现场工作。到2011年，我又回到我的大学继续工作。我一共教了43年的书。这有一个学院，我们有一个李昌钰刑事司法学院，里边有很多30多种不同的系，欢迎大家到美国去参观。赶快 move。我们起了一个鉴定中心，这鉴定中心里边有很多最新的设备，所以大家去在美国什么都要花钱，但是你说在6月8号晚上在台中我们接过员免费，而且请你们喝吃咖啡。11月5号2016年，在我们江苏如皋，他们起了一个李昌钰刑政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个行政博物馆，所以将来有机会你们到江苏如皋参观，也说6月8号在这里接过缘。里边有最新的设施，每天大概有1000多人中国外国的到那边去参观。在华东政法大学也有一个，在我们警官大学在龟山也有一个博物馆，希望大家有空去参观。里边也有很多最新的设备。医生也写了很多书，刚到美国连英文都不会讲，现在除了
合作了大概40多本书籍了。第一本书出来的时候，挂在美国最大的书店叫 Barnes of Noble， 等了2分钟没有人买，我叫我太太赶快去买几本。等到后来诺贝尔奖金得主、国会议员都排着队请我签名的时候，也觉得是可能不可能变成可能了。谢谢大家。等一下啊，我有4本签好名的书，我们每一行当中2本，那边1本，那边1本。啊，你还有？好，我们看怎么样。幸运的人拿到，很多世界各国的报纸都用我做头条新闻，很多杂志、很多报章都用我做封面。他们说我是请你回去好吧。The most influenti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in public service， 他说亚裔在美国最有名的10个人，我被选为其中之一。最近他们选出10个最有名的见识专家，从公元18世纪到21世纪。他刚开始通知我，好高兴，一个中国人选上了，而且第一名。等一下一看，5个已经过世了。我说糟了，他告诉我我是下一个，赶快写一封信给他 ，Thanks but no thanks， 谢谢你，我不要，拿回去。他说你的好朋友第二位纽约总法医可能比你先死哦，第三位匹兹堡的总法医更老一点。所以我们3个人现在每个月打电话，你还活着吗？最近又选出历史上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哪一个你们认识这里边？好，有奖有奖。啊OK， 到那一间房间你还没有去过。是不可能变可能，医生也拿了很多的奖项，各种奖项，各种奖项。最近又拿很多奖，我都不知道什么奖。马英九给了我一个奖，我说这有什么好处？他说台北市头等公民奖，台湾头等公民奖，他说动物园半价。我到土耳其去拿奖，我说这是什么奖？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拿很多的。人一生一定要知足，你假如知足什么都好办，平生修得随缘性，粗茶淡饭也知足。所以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知足，做人做好人，说好话做好事。星云大师讲过，我不再重复了，说我一生也做很多好事，协助基金会
协助奖学金，我们在台湾还有一个物政基金会，每年保送一些基层员警到美国去受训，也认识很多有钱人有名人，也跟很多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台湾的历任总统、佛教大师、弘一主教，也跟美国的总统、大陆的领导都见过面、握过手。但是那些第一个，你现在又跳得太快。我在警官学校的时候，蒋中正，我毕业第二名，给了我一支钢笔。二十四期第二名毕业，我不是第一名，第二名。谢谢。后来给李登辉、陈水扁、这个马英九、蔡英文都见过面，也跟很多非洲的元首、阿拉伯的元、中东的元首，也跟很多其他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人生，我常常说，靠权势跟财、金钱得来的尊重是假的，那不重要。假如你失去了权力，破产了，那你连朋友都没有了。靠知识、经验跟友情，那是永恒的。所以希望大家就能够了解，好好努力人生，因为没有一个政权企业是永远的。假如你没有知识不更新，那会失去一切。历史给我们很多教训，多少国家没有了，很多企业好像 Kodak 很有名的大公司现在没有了，他因为不相信数位相机，他以为胶卷不能取代，现在 Kodak 不见了，数位相机也不见了，现在大家都用手机，那下一步是什么？所以你一定要创新。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也演过很多的电视剧，还得了金像奖，叫做 Kelly Award， 也有很多的粉丝。我太太常常说，你的粉丝都是女的。但是到了阿拉伯，我的粉丝都是男的，也有我的 DVD， 也有也跟很多明星见过面，也到过大 S、 小 S、 中 S， 也到过康熙来了，也到过康熙走了。但是一切要随缘，也上过很多外国的电视，也上也好，最后一个回来一个。刚才我开始就讲，星云大师讲过，要做一个地球人，要睁大眼睛欣赏地球，立定脚跟走向地球，展开双臂拥抱地球，浮光普照享受地球。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李博士带来精彩的讲演。现在我们恭请佛光山中区总主持觉居法师制作《未来与希望》讲座的 DVD 给李昌钰博士，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博士今天的妙语如珠。
博士，我们有个爱慕者特别来献花给我们的博士哦。哇，我们有个小小的观众哦，来献花给李博士。这个花呢，是一个爱慕者，然后呢，又有另外一个爱慕者。其实我想，所有的现场都是爱慕者，那所以呢，就由他们来代表，啊、哦，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其实博士，好了，你可以走了，这是我的。星云法师出家80年，那正是我80岁的生日。所以他们也做了一个特别的纪念，这个上面是写神探李昌钰80华诞纪念。还有书，我们是怎么送呢？签过名的，因为太多人要签名了，可是真的没办法。这里啊，我们第一本，请你拿住，给这两行，这两行啊，哪一个出生的？11月22日，11月22号，是真的 ？OK， 11月22号。哇，有一个幸运的观众哦，11月22号出生，获得我们博士的亲名，你们两个都是11月22号。哇，拿身份出来，确认11月22号。你也是，你们两个猜拳了，剪刀石头布，他拿书，你拿我的警徽 ，OK？ 哇哦，警徽。Okay, 非常棒哦！这一个好，来这边哦。这一边，法师说，讲一个月，呀、yeah, ，随便哪个月。十，他们都，他们影响我不行。12月，12月25号。哇哦，12月25号，有一位观众。来，两位过来。还有一位，一个大叔，还有一位来，可以请到台前来。一个拿警徽，一个警徽，一个一本清明的签。两个猜拳，剪刀石头布哈，来。给你选，他说他 Lady First， 所以他你要选警徽还是要？哇，好幸运的两位观众。好，来这边讲一个2月26号，是我的生日没有？2月26号有没有？没有。27号，2月27。 OK， 有有有了。2月27，哇，有三位，三位，哇，三位。OK， 2月27。OK， 好，没关系。两，没有问题，没有问题。OK， 三个怎么办呢？三个谁要输 ？OK， 那两位拿警徽，两位警徽来。OK， 好。不是，我要一个警徽啊！我要警徽。我有特权，谢谢。那一边，哪一个月？啊？六月。六月。好，来六月，在我们的西长廊的六月。6月18号。6月18号。17号，
没有，六月，六月八号，也没有，十号，不行不行，这边十二号，啊，有了，好好好，六月十号 ，OK， 哦耶。还有一个六月十号，哦 ，OK， 好，你拿警徽，来 ，OK， 好棒哦，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博士，其实博士很慈悲，但是呢，这个时间的关系，因为他明天又要飞了，然后今天晚上回到台北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照相。也没有办法签书，那我们就期待下次有因缘再请博士回到我们莅临，我们到台中，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博士。好，我们谢谢博士，谢谢，再次热烈掌声，我们欢送博士。来，这边有件事情跟大家说明一下，请记得停在那个我们的特教的。